我就看到你放我眼睛瞎了吗？要再讲一次吗？我要去看你的 VOD 吗？有怎么办？有怎么办？怎么了？我说家门口。没事。哇，这里很多地雷给喵了。啊。太扯了，太扯了。没办法出前面的。哇，他们这里上不去哎、欸。对啊，上不去啊。再留一些。攻防战。我没有方块了，我都东西都掉下去了。我可以给你，我会给你。抖这可以试试看哦，因为200块我们就可以再买一些地雷。对对，哎，地上好，那 BOBO 去试。我们这边很多地雷，给 BOBO 去踩。好。中间过去的地方基本上没了啦，就是要自己垫自己新的路。哎，这个是要怎样炸？你有方块吗？你没有，你这样就是啊，你这样就是了。他们只是因为没超越你，所以数值不会显示出来。那个土司喵，你按一下凋零，巫术，对巫术，好，睡，我们知道有很多凋零可以用啦。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我2287，但是帮他们凋零，他们不就有伤害了吗？没有到那么多啦，你听话就好，没空教你了，丁空，不懂就去看 VOD， 又被炸下去哦，好烦哦，这个地板。一堆地雷，对，中间很薄，是谁的烂地图啊？哦，哎、欸，它其实下面有个箱子哎，这样我们只能来 ，biu biu， 赶快再多踩一点。哎、我看着我的衣服掉去了，阿光哥，有可以捡吗？哪里的？刚炸下去的，炸下去我可以帮忙捡，我下去最底下的话，嗯，怎么一堆土司喵的头啊？我的天哪！没有吧？我怎么样？我们现在也过不去他们那了，比较可惜。有点难。不然的话，也可以把地雷放在他们的建筑物那里就可以，让他们自己踩。不是啊，就是我们踩，然后他们建筑物会爆。对。哦，对耶。加油！加油！他会在左手边哦，我们的右手边，我去刺他看看，我去刺哦。好，你去刺。刚刚是把他的那个弄了啦，无敌给用掉，可是应该好像有了。我下面有捡到一些哦，零零的装哇。他放一堆地雷，他就是他会活，他哎呦呦呦呦！我弄死了，捡到，哦，这个一定要送回来哦。你好棒，你最棒。你有石头吗，哥哥？没有，我们以你为荣。20在中间呢。好，你那个土司喵凋零他们。凋零吗？再一次，对。好，睡。有，我在走。可以吗？你可以吗？你在哪里？我在家的底下。好，你在家底下。好，那我们先回来。玲玲，你的装我有拿到。我等下。在看，我在旁边。我在家。我的左边有小雨，我在旁边。等，你土司喵在哪？后面家后面在哪？没事，凋零死。啊，凋零死了，好。我丢，我玲玲，我直接丢。其实还蛮多套的呢。我随便丢一套。好好好。你看头。来了，风二了。哎，弓有弓，哎，箭矢一组。呵。哎，有，给你一套。你擦什么？就头跟衣服，哇，你好，衣服有保二的哦，这个保二的，哎，我放那个喽，哎，好，你放，哇，这边有地雷，一个人去，小心哦，这边有，不要经过家后面呢，有，这样子，就是土司喵，你要再多放，我们等一下都给你钱，土司喵在吗？我这边有地雷，在楼下啦，哦，对耶，我突然失忆了。哎、欸，二零在家，你可以吗？啊、可以，我可以，我安全，欸、放了哦。好，放，他们现在有力量哦，你小心他们哦。打到自己的手背。没事，我们可以的。哎、欸，好痛！他无敌吗？
我把还有一些只有保一的装啊，我就放家里的保险箱。好啊，完蛋了！怎样？怎样？哪里出事？有钱吗？有钱吗？有钱吗？有有有，给你那个地雷啊！别又怎么又没了？地雷踩一踩。嗯，那是小雨吗？哎，波波波波也买那个、哦、地雷哦，我们轮流买一买。啊哦，我有钱了。有钱就买，我把地雷给土子喵。对，有钱就买地雷，然后给土子喵去，可以去家后面放啊，就比较不会走过去了。对对对，我刚刚放了一组在家后面。好，哎、欸，土子喵，土子喵给你啊，十六个。哦，他下去了。谁掉下去啊？彪彪。我来看，来看。给我点。你后面有2000。我看到了。给你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去放地雷。你直扑，太夸张了吧！你们在哪里战斗？我去保护你。在那个左边的桥上面。哦。连连，看快死了！哎，个号！哇，你还睡睡睡睡睡哦！聚集聚集。可以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我在找时机，看能不能再吃一颗。他的尸体在那个桥上面。怎么样？来。来。啊。他应该也不太会再出来了。这边当炮兵。我这边你还有石头吗？嗯，没有了，一颗都没有了。我自己去挖。没看到他们那个小雨的位置了。哎呦，中间还有八颗地雷，我捡到八颗。然后只要跟我讲他大概在哪里，我就去尝试。哎、欸，那个这个红红通通的什么烤箱，我觉得还蛮好挖的哦。你们可以看要不要有人可以免洗来挖。好，那我来。就上面的木头啦，可是木头也可以用斧头，对。阿波，我给你那个、啊、效率符。不行，我现在掉装掉装。哦，睡哦，你呢？那个陨月从中间哦。对，我看到了，他直接忽略我，我自己来了。三十个。刚才有，这是帮谁？啊，悠悠，等一下有空回去再买那个地雷哦。我要去。对，因为最后剩两百秒，我们就只能赌在土司喵地雷放的够多。地雷王是你的吧？哎、欸，有人过去了，有人过去了，你们在挖。我去买地雷。有小雨位置吗？有看到吗？嗯，目前没看到。下面有弓箭手。是陨月，陨月，我打陨月。有小雨，小雨在中间，中间他们家的中间，他们家正中间，他们不会来了，他们家正中间是不是？对，木头那里，我也去屠吃他，我也去屠吃他。那个屠吃喵有空就那个，晚一点再雕，晚一点再雕，他太无敌，他用掉无敌了。哎，就是你，我用无敌，我也用无敌，屠吃喵用那个凋零来了，雕他们。掉了睡。我可以爆破，我可以爆破。哦，玲玲呢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个我不是爆破，我用什么？你们就在打补也没办法了。我用召唤术是。欸、你在哪里啊？我在对面。你在对面，好、啊，没事。想说要不要回去买个？他在正中间底下吗？买个地雷。我没看到他，我被那个友军给打了，屁滚尿流。哇，这是最后一次凋零哦，你们自己小心哦。啊，有在看到他吗？有他家，他家上帝被我封锁了。好，我先打陨月。哎，哇哇哇哇！在哪？他在哪？没看到，我在跟战斗人员作战。哦，他在他们店，他在他们家商店。哎呦，他被我塞啊！我塞地了呀！小心哦，小心哦！友军我都扛了。好，哇，玲玲那边，哇，你慢不动了，我帮你。他死了。睡哦，有帮带吗？我把他拉出来，有拉到吗？啊，去换，顺便在门口，应该在门口。我没看到宝石、欸，捡回去。啊，他们，哦，他捡回去了。哇，小雨，玲玲，你的东西，买地雷，你的东西还在哦，啊！我想说，我直接去买。好、啊，买！土司喵，你赶快，你赶快商店，只剩40秒，剩40秒了。土司喵，商店放地雷。在家，我就在家。啊！你在哪里，土司喵？
我在家，我在家。商店。我有钱吗？哎、欸，我钱，我钱，我也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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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快点！你去买。买，你就在商店旁边，直接赶快先准备放了。先买，然后我们丢钱给你。剩二十秒，你赶快，你买了还要放哦，你买了要放哦。直接你直接站着，我们丢绿宝石给你，丢绿宝石给你，放，不要，我直接去放好了，我去放好了。你现在这边直接放，直接放啊，你不用出去了，你这边直接放就好了，你要去哪里啦？直接放，直接放的意思就是直接搬到。放了。还有五个，在你后面捡，赶快放地板，随便放。放地板放。不是，你就直接放哦。你就放就好，你放，你干嘛滑下去？哎，结果那个不算呢。什么意思？那个不算，地雷不算。爆破之王啊！哎、他没有算到地雷。两天，反正我们等上来看那个200有没有办法看出来。啊他只有两个 TNT 的那个200没有算哎，爆破之王怎么办？完了。那个有办法在哪一个成就看到吗？放，我跟你讲，放地雷。放置盔甲座，放置盔甲，盔甲座吗？是吗？合成次数是买，我使用次数是不是就是放？感觉好像是哦。有人有印象自己几乎没有放过地雷的吗？我没有，我是零，我从来没有，我应该没有放过。那你们看那个 ESC 统计，然后点物品，对，点物品，然后。滚个一两下而已，有一个盔甲座，看他第一二三四第四个数值是多少？第四个数值就是他的使用次数。我是零零，那应该对，因为我是三，我记得我放很少。我也有使用吗？对，使用次数。看看哦，那我们等下打出来哦，就可以知道谁放地雷，谁放最多。放最多的人，他们那一队是加2000哦。那哪一个第？盔甲座的第几个数字？第四个数字，第四个。好，谢谢。使用嘛，对，使用。啊，有数字的都看了吗？还有谁还没看号？有数字的按就好了吧？可以。第四个对不对？第四个。对，好。都看好了吗？看好了。那我们对话框打出来哦，三二一，把你的数字打出来。三二一，有哦。有还没看好，11、214、21，地雷之鬼耶、欸！哇，两把多哎！因为我们去了全部疯狂集资给他放。哦，你们最后又疯狂集资，他最后一波还不放，而且玩下去。最后剩50秒，然后我们就说好，我们把钱给你，然后你赶快放。然后我就说你赶快直接放了，时间很紧急。然后他就还往地板挖，然后去安全的地方。我就说。直接放的意思就是直接放地上，你还要去哪？我从一开始就是他拿40块，我第一件不是换膏，我换的是真水。那没差，那我觉得还可以啊，因为就是要放地啊。重点是小颖，你看我那时候回去，我替他拿宝石，结果他跟波波狂打我。我回去问他说他干嘛？他说哦，我不知道我是国王啊。他都死第二次了，冲锋第二次，那个冲锋完全没有在管人的，拜托，狠狠的，对啊，都好扯，好扯，对，最后祖师喵交易啊。蓝队再加2000分，蓝队有逆转，但是蓝队也送了2000分，所以其实土司喵，他这个地雷之王，其实就只是弥补他自己送了2000分而已。我们获胜的关键还是靠杰克把小雨给收了那一次。哎呀，那杰克那个是隐形是不是？我摸在你后面啊，然后塞地雷啊。哦，我就想说前面都，我只有看到波波在前面，想说怎么会炸？正确的数字2700 VS 3360，所以其实就真的是杰克那一拳。我就想说，我间谍演得很开心啊，我就一直把那个奴隶打倒，然后说：“哎、欸，奴隶怎么倒了？怎么办？”好扯哦，然后他竟然说：“哦，那我再买，好，你买。”那我就再打一次。我家里那个附魔台用完了，我用完了就把它拆了。
我们是猜你火焰，你一定把家里面拆了。我原本还想要演的更多的啊，就没想到有一个国王就是倒了一次，然后又一直来，然后又倒第二次，快气死。然后那时候哈基拿到，我就很紧张，我想说怎么办啊，直接爆破他啦，我想说哦，拿到了，赶快回到我们那一队的怀抱。然后就波波跟土司喵狂打我，狂揍我。没有啊，我后来有拿回去嘛，所以结局是好的。没有，那一颗又被抢回去了哈。我就往你们家的方向走，那就很明显是间谍。那你打得屁哦，气死！你太会演了啦！讲屁话了，所以你平常都这样做啊？你平常时态都太会演了啦。没有没有，那只是因为我们有那个杜比帮我们扛住一切。太冷了，哎，说啊，刚刚小雨你要怎么捡回去？我想说我有拉到，我有拉到宝石，怎么捡回去？他自己捡的。哦，他可能先捡到了，然后他就有先捡到，然后他就是死掉在旁边，然后我就把他再捡起来。那、啊、我们那个间谍任务是要杀守卫，只是因为没有买守卫，嗯，我就打奴隶。我想说我是可以买守卫出来，然后我自己打，可是我怕那个太明显了，就没有用。